俊小王子这次走红毯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最远的红毯走过的？对对对，真的是特别的大阵仗。那这次是不是在拍戏呢？现在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在拍《上时》。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？是一部讲中华传统美食的，还有就是一部，有爱情啊，然后有甜，然后有小小的虐，就是一个开心的氛围的一部戏。你说到这个中华传统美食啊，我想考考你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中华传统美食？我啊，我还好，我比较喜欢粤菜，对，因为我深圳人，对对对，那就太多样了。那其实我知道你有个花名，绰号叫做横店小王子，是不是因为经常一直在横店驻足？对对对，我在横店待了4年了。有没有算过一年大概有多少天是横店的？几乎全在横店，就过年会回家一趟。特别的辛苦啊！其实，哎，你今天在拍戏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请假了。今天请假，就为了来这里，对。那一定是跟文荣奖有很深的感情，因为之前也获得过荣誉的肯定。那这次再回来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？就觉得很熟悉，倒没有任何的紧张或陌生，就觉得像回在家里面举行活动一样。对。你在横店刚刚说待了4年，有没有觉得横店有什么变化？变化太多了，就变得越来越满足各行各业，还有就是各类人的需求，生活需求，比如说买东西也方便，还有就吃的也方便很多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在你眼里横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给它一个关键词好不好？家。真的是包含了很深的感情。好，谢谢谢谢。